今天这个惊喜可是我筹备许久的，千万不能让小玲识破了。听着老公陈柳的心声，我暗自发笑：这个傻子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吧？而且还是他亲自透露给我的。自从结婚之后，我就拥有了一种神奇的能力，能听见我老公的心声。只要是他心里想的，我都能听到。晚上八点。 我准时下班到家，surprise！黑暗中的房间突然被点亮，我面前出现浪漫的餐桌，上面是丰盛的饭菜。老公推着一个小推车慢慢靠近我，他脸上充满了笑容。三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！我捂住嘴，却不成想，幸福的泪水还是从眼睛里流了出来。知道惊喜是一回事。 看到了，又是另一回事。我跑过去，紧紧拥抱住老公。老公抱着我，温馨的气氛充满了整个屋。那天过去之后，我们的生活越发幸福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却听到老公的心声，带着非常强大的恨意：“去死！老子要杀了你！要杀谁？”我惊讶不已。那么儒雅的老公。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老公，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我试探的问了一下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，好像没有听见一样。我莫名有些害怕，悄悄走了过去，伸手轻轻碰了他一下。他颤了一下，抬起头对我笑了笑。你饿了吧？我马上就去做饭。 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耳边的心声却无时无刻地提醒我。要知道，我的老公从不买菜，却顿顿给我做红烧肉，这点让我十分疑惑。我走到厨房，却看见老公拿着菜刀在空中挥舞，好像是在练习什么。看到我后，他立马开始切菜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 我突然背后发凉，老公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过了一会儿，那想要杀人的心声逐渐消失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猜想，或许是老公在公司受到了不满，在独自发泄吧。虽然这么想，但我心中却充满了不安。夜晚如海藻一般的乌云遮挡了月亮，使得空气都潮湿不堪。 我半夜突然喘不过来气，一下从睡梦中惊醒。可我一睁眼睛，却看见老公睁着眼睛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我吓了一跳，有些生气地说道：“你干什么？这么晚还不睡觉？明天不去上班了？”他诡异一笑，闭上眼睛躺在我身边。我拍了拍因为惊吓而狂跳不已的心脏。 耳边却又出现了老公的那句心声：“杀了你！”我犹疑的看着闭着眼睛、似乎睡着了的老公，突然觉得四肢冰凉起来。半夜喝水时，我去厨房后，好奇打开冰箱后下摊报警。一周后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砰一声惊响在我身边炸响，我看着身旁破碎的玻璃瓶。 这已经是我的第五次意外了。第一次是叠被的时候，手突然被针扎了一下，结果在被子里找出一把银针。第二次给手机充电，结果充电器电线外露，差点没电死自己。第三次，我可以肯定，我老公想要杀的是我。可是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陈柳想要杀了他的老婆。 我心中一阵后怕，如果不是我能听到老公陈柳的心声，只怕真的就被他得手了。可是为什么呀？我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回到家后，我发现老公并不在家，这个时间点他早就下班了呀。想起刚刚摔碎的玻璃瓶，我心中隐隐浮现一丝不安。就在此时，短信声突然响起。 我吓了一跳，打开手机一看，是老公陈柳发给我的消息：“老婆，快来张宇家。张宇，我有些印象，这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之前还向我表白来着，被我直接拒绝了。”看到短信中莫名其妙出现的张宇，我心中突然警铃大作。这么想来。 好像就是从张宇向我表白的那个时候开始，老公的心声就充满了杀戮。不好，张宇有危险！我连忙跑下楼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快速给公司同事发微信询问张宇家的地址。路上看着车窗外快速飞过的楼房，我心急如焚，只能不断祈求张宇没有事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 张宇家的门开着，我叫着老公的名字闯了进去。陈柳，快住手！走到卧室，我发现老公的身影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沾血的水果刀，神情诡谲。而张宇却被反绑着手，靠在床边昏迷不醒。陈柳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生气的大喊。老公看到我后有些意外。 似乎没有想到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我大步走进去，想要将张宇身上的绳子解开。老公看着我的眼神更加危险了，他将刀尖对准我，冷声道：“不许过来，陈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我气愤不已。老公脸上闪过挣扎，因为一般我直呼他名字的时候，就是我真生气的表现。 他脸上的神情不断变换，最终他阴沉地说道：“你们来往多久了？你都知道他住在哪儿？”醋意满满。我听着他这莫名其妙的话，当真有些哭笑不得。我怎么知道他住在哪儿呢？他的地址都是我刚才临时向同事要的。真的，他还是有些怀疑。如果骗我，就把你们都杀了。我听着他的心声。 连忙说道：“我是不会骗你的，老公，好似不再怀疑了。”我小小的松了一口气，但下一刻，他手中的水果刀瞬间逼近张宇。可他向你表白了，他该死！我的心瞬间就提到嗓子上去了，大喊道：“陈柳，如果你杀了人，我们就再也不能在一起了。”水果刀停在了张宇的脖子前几厘米处。 那就一起死！他的心声突然又响了起来。我心中一惊，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他手里拿着水果刀，逐渐向我走来，那眼神带着嗜血的兴奋。是了，陈柳一直都想要杀了我。我一步步后退，看着老公熟悉的脸庞，眼泪不自觉地落了下来。为什么好好的会变成这样呢？这时。 我又听到老公的心声，我不允许你伤害他。我们一起消失在这个世界，多么美妙！放我出去！我听着这好像在和自己对话一样的心声，有些呆愣，朦胧间好像想起来什么。在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听老公说过，他曾经有双重人格，但是很久之前就被治愈了。 难不成这次是另一个人格又出现了？是那个人格总想要杀了我？难怪，如果老公想要杀了张宇，又为什么会给我发短信提醒？我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，立刻大声说道：“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当初他向我表白，我拒绝了。不信你可以问我们公司的同事。” 他们可都亲眼看见了。就在此时，张宇悠悠转醒，看着我和陈柳，呆滞了一瞬：“你们怎么在我家？”我问你：“你向小玲表白了？”陈柳危险的说道。张宇看清了眼前的状况，连忙点点头：“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她已经嫁人了，她也拒绝了我。”老公的神情一下就松懈下来。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还好没有真的犯下大错。我听着他的心声，终于放下心来。我的老公回来了。之后，我们向张宇道了歉。张宇虽然遭受了这无妄之灾，但是他人好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回到家后，老公替他的另一个人格向我道歉，而我则抱了抱他。他愣了愣。 随即也抱紧了我。最后，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我老公陈柳终于恢复了之前的状态。我好像因此再也听不到老公的心声，但我没有什么不满。我只知道我和我老公现在过得很好，很幸福，这就够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说对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。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：致命差评。老公出差就要回家了，让我洗白白等他。我在无聊玩自拍，突然在手机相册中看到一张我熟睡的照片。昏暗灯光下，能看出被子的灰色条纹，是我自家的床上。一看拍摄日期是今天凌晨一点。 可是我老公出差，昨晚我一人在家独居。那么这张照片是谁拍的？我汗毛一下竖起。我很清楚，这张照片意味着昨晚我睡觉的时候，卧室里还有一个人用我的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熟睡的照片。我眼睛警惕的扫视卧室，卧室很小，一目了然。我的目光。 落到卧室门外黑洞洞的客厅里，浓重的夜色让屋子里的所有物品只剩下深色的轮廓。阳台门有亮闪闪的光点，仿佛是黑夜中隐藏的眼睛。我一阵毛骨悚然，起身仔细看，那只是玻璃的反光。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我听见外面仿佛有悉悉索索的响动。 仿佛是钥匙在轻轻转动门锁的声音。老公回来了，老公，我轻轻叫了一声，那声音便立即停止了。这时我才想起来，绝不可能是我老公。刚才和他电话的时候，他说他刚过收费站回家，就算不堵车，起码还得一个小时。而现在，半个小时都没到，他不可能这么快。 我吓得心脏扑通扑通，在安静的黑夜中十分清晰。我蹑手蹑脚走到客厅门口，朝猫眼往外看，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没有半个人影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我立即反锁好门，这时却从门缝中看到楼道透出的灯光有黑色影子晃动，十分清晰的显示我门口有人。 我再次凑到猫眼往外看，猫眼却成了一片黑色。门外的人堵住了猫眼，他想干嘛？我焦急给老公发微信发文字问他到哪里了，快了，还有二十分钟。他回复：“这么急呀，老婆，嘻嘻，洗白白没？”我正想告诉他现在的诡异情况。 门外突然响起了巨大的敲门声，那声音好像惊雷，直接从我头上劈下来，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随之震颤。我一声不吭，盼望着老公快点回来。小易在家吗？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大嗓门，是邻居江一梅。我再从猫眼往外看，依然是一片黑色。小易，我知道你还没睡。 开门，敲门声持续。有事吗？我在屋内怯怯的回答，因为看不到外面，我还是不敢轻易开门。你家可以烤肉那个电烤炉借我用用呗，我搞个宵夜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不然呢？我怎么看不到你呀、啊？你家门上这贴的什么呀？宣传单挡住了。谁给贴这里？缺德！ 门上的猫眼露出光点，我再往外看，果然看见江一梅独自站在外面，手里拿着一张单子看着。我小心翼翼打开门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我门外有什么人呢？没有啊。我进屋给她拿了电烤锅，她看我穿着蕾丝睡裙，内涵笑道：“在等你家刘炫呢。”嘻嘻，我走了，别打扰你们。 他随手把手里的单子给我，转身回屋了。我看见那张单子上写着“健康美味送到家，外卖订餐，随叫随到”。我一下子头皮发麻，我知道是谁了，一定是他，是那个我给了差评的外卖员。上次遇见他，就是点了这张宣传单上的外卖，大约一星期前。 我在家点了一份外卖，正吃着米饭，突然发现米饭下方有硬物。我用筷子翻出一看，居然是一串钥匙——电动车的钥匙。铁圈有锈迹，塑料边缘磨损的毛毛躁躁的，铁片凹槽里残留着黑乎乎的机油。我当时恶心的就差点吐了。我气急败坏，给商家打电话一通斥责。 商家表示绝不可能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有动静，我打开门，看见那个外卖员正在我门口蹲地上找着什么。他是一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小伙子，大概一百七十五左右，体型偏瘦。姐，我的电动车钥匙掉了，您看见了吗？我一瞬间好像明白了怎么回事。 看来商家确实是无辜的，问题在这个外卖员身上。在米饭里呢？我冷冷地端着那盒米饭，用筷子夹了那串沾着米粒的钥匙，丢到他面前。啊！他十分惊讶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你说呢？是不是你把米饭撒翻了，用手又把米饭拨回饭盒里？ 不小心把手上的钥匙也一起装进了饭盒，没没有啊？那你解释是怎么回事？你手里的钥匙怎么会到米饭底部？如果你能给一个合理解释，我就信你。我我也不知道。他虽然嘴硬，眼神却明显心虚的闪烁着。你这单我肯定会给差评。姐，别呀、啊，姐。 他想哀求什么？我毫不客气地关上门。之后，外面又不断地响起敲门声，我都没有再开门。想起自己刚才吃下的米饭，想起这个外卖员的举动，我心里被恶心和愤怒堵满，简直是被人喂屎的心情。之后，他又打来电话，语气像要哭了一般哀求：“姐，真对不起。” 我也不知道钥匙怎么会进米饭里，但米饭真的没撒过。求你千万别给差评！我妈妈生病住院，我弟弟还在上学，一家老小全靠我。你要是给了差评，我们一家就没活路了。如果米饭撒了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我都能理解你。可是你用手捧回去再送给我吃的这种行为。 任何人都没法接受。我挂了他的电话，心里却在是否要给差评这件事上还是有点犹豫。如果他所说属实，也确实怪可怜的。我是不是也没有必要这么较真？当然要给差评，他在卖惨而已。难道因为他惨犯错，我们就该无条件原谅？我老公听说这件事，十分生气。 这种人一点道德都没有，还在外卖行业继续工作的话，以后谁敢点外卖呀、啊？他就活该丢掉这份工作。听了老公的话，我想想也是，正义感被激发，点了差评，并把拍摄的夹杂着钥匙的米饭的照片发到了网上。没过多久，我又接到他的电话。 听起来十分疲倦和冰冷，给我撤销差评吧。我有犯罪前科，丢了这个活儿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。你做事太绝，让我没活路，我也会让你也活不下去。听到他有犯罪前科，我当时就怕了，想想要不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没想到此时我老公在旁边已经听得狂怒，抢过手机。 你威胁谁呢？谁怕你啊？你有犯罪前科，怪我老婆喽，让我活不下去。把你牛的，你要还想再进去，你就来试试。老公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就挂了电话。老公，他不会真的报复我们吧？我有些担心。不会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就会过嘴瘾，现实中就怂包一个。 他要敢当我面说出那些话，我敬他是条汉子。老公是个健身教练，身材高大，瘦瘦的外卖员这种感觉，他一个人能打十个。虽然他毫不在意，可我一向胆小，心里还是很不安。老公立即打电话报警，说我遭到了有前科外卖员的威胁。警察那边有了调查结果。 这个外卖员名叫张来源，确实是前科人员，曾经因盗窃罪、伤害罪入狱。目前因为我的投诉，已经被外卖公司开除了。警方说，如果下次这个张来源再打电话威胁，就录音报警。其实老公并不觉得外卖员敢真的来找麻烦，报警只是让我放宽心而已。 他还专门准备了一根金属棒球棍放在门口，以防万一。后来那个张来源又打电话来威胁我撤销差评，我按照老公所说的录音，并且严词拒绝。他虽然放了狠话，但是听到我录音要报警之后，态度又软了下来。之后再也没有打电话来骚扰，一切如老公所料。 张来元再没有出现，我渐渐放松下来，相信老公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张来元就是过过嘴瘾，不会真的因为一个差评而上门报复。然而，我们低估了他。刚才用钥匙转动我家门锁的人，我十分确定就是张来元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立即检查门口地垫。 发现地垫下的备用钥匙已经不见。我家一共有三把钥匙，我一把，老公一把，还有一把备用钥匙藏在门口地垫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但我和老公忘带钥匙用到他的机会几乎没有。一定是那天他蹲在我家门口找电动车钥匙，结果发现了我家地垫下的备用钥匙。 趁我老公出差来家中报复我。昨晚在我熟睡时进入房间的也是他。我感觉楼道一阵阴风吹来，从我脖子后灌入脊背。我立即关上门，在按上反锁按钮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我们的备用钥匙不见了，我怕。我拨通了刘炫的电话，躲进卧室，几乎快哭了。 老公知道我一向胆小，让我不要自己吓自己。他还有几分钟就到家了，我感觉自己手在发抖，完全寄希望于他赶紧回来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一声响动，好像松动的木地板被踩的咯吱声，从身后窗帘处传来。空气像凝固了一般，乖乖等着。 我在地下车库停车了，等着我，别怕，老公在电话里叮嘱着，可是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眼睛瞟向卧室窗帘处，风吹着窗帘微微飘动，下面一双黑色球鞋时隐时现。窗帘后有人，我愣了一秒，飞快的起身朝着客厅门口奔去，一瞬间。 那个黑影像一支黑色的箭，从窗帘后嗖地窜出，飞奔向我。我被巨大的力量拖拽住，冰冷的手掌覆盖住我的口鼻。啊！我拼命呼喊，却叫不出声。我艰难的伸手到门锁，还没有打开门，手却被他掰开。他还按下了反锁键。他虽然体型瘦瘦的。 可和我还是有着绝对的力量悬殊，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逃脱，几乎绝望了。身后的黑影像一条巨蟒，将我越缠越紧。挣扎中，我咬了他的手，他吃痛松开了我，却又迅速将我压在沙发上，再次捂住我的嘴。别开门！借着卧室的灯光，我看清了鸭舌帽下他血红的眼睛。 是那个外卖员张来源，外面是急促的上楼梯的声音，钥匙伸进孔洞，急促摇晃起来。因为反锁了门，刘炫用钥匙打不开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老婆，开门，是我。刘炫在门外呼喊，而我却被那黑影紧紧按住，完全失去了挣扎的余地。 我掉落在地上的手机震动起来，与此同时，我听见门外传来江一梅的声音：“怎么了？小一刚还在家呀？几分钟前还给我借电烤锅。”屋外的敲门变成了撞击，刘炫的声音越来越焦急：“快开门，我要报警了！”此时，外卖员伏在我耳旁，传来低沉又急促的气息：“别出声。” 我在救你的命！外卖员捂住我的嘴：“你冷静，听我说，不然就会死。”虽然一点都不相信他，但我还是减弱了挣扎。感觉这个外卖员语气是极力克制的，他的眼神里没有疯狂的痕迹，只有不安。我觉得似乎只要对话能继续，一切都有转机。他见我冷静了一些，一只手按住我。 另一只手把手机展示给我看，我看到我的手机号码和他竟然有数十个通话记录，可是我只和他打过两次电话而已，其余的通话我压根就不知道。这些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像一片不知出路的密林，让我眩晕。我知道跟我通电话的人不是你，他的每个字都像是经过重重压制后。 才从喉咙深处挤了出来。我能感觉到他很紧张，因为他的紧张，我反而放松了些。是谁？是我老公。除了我老公，我想不到别人。只有他知道我的手机密码。可是我刚才看到通话记录中还有昨天和今天早晨拨打的。这个时间段，老公在外地出差。 而手机一直在我身边，我想起手机中那张诡异的照片，好像家中有个鬼魅一般的影子，可以随时使用着我的手机，是个女人。张来元说，我心头一震，尽管不完全相信他的话，却还是全身汗毛直立，一股无名的恐惧蔓延至每一个神经末梢。我是个平面设计师。 自由职业，日复一日都在家工作，生活的圈子极其有限，除了老公，平时很少与人接触。虽然我工作起来需要长时间专注，常常把手机随处乱丢，但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女性悄无声息的使用我的手机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，毫无头绪。 是他叫我来的，什么？这一刻，我忘记了眼前这个陌生人的危险，脑子试图飞速旋转，却还是一团乱麻，越缠越乱，完全被他的话搞懵了。我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，他有着无法掩饰的急切，仿佛每一个字都在他的舌尖拥挤，争夺着一线生机以逃逸出口。 可是他的话还未说完，便被一阵猛烈的撞门声打断，伴随着老公焦急的呼唤，以及楼上大叔厚重的声音，这得报警啊！之后外面嘀嘀咕咕的对话听不太清，我得走了，回头跟你说。张来元松开我，急匆匆跑向窗户，他一直颤抖着，感觉比我还害怕。突然。 他又慌张地回头对我说：“你老公有问题。”我呆若木鸡地坐着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矫健地翻越窗户，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理智在告诉我，我应该立刻冲向门口，打开门，让老公和邻居们抓住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。然而， 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声音在低语着，阻止我，让我僵在原地，目送他的离去。你老公有问题。他留下的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，在我脑海中生根发芽，回荡不息。楼下警灯闪烁的红蓝光芒穿透夜幕，映照在我家的客厅窗户上。刘炫紧紧抱着我。 我的身体像失去了所有的温度，冷得像一块冰。邻居们聚集在我家里，他们的目光充满关切，然而却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。你看清那个人的脸了吗？警察问我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刘炫接过话茬，语气很激动：“就是张来源。刚才邻居说。” 今晚看见过他在我家门口晃悠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最好查一下小区监控。张来源，我们之前都报过警，他是送外卖的，因为一个差评纠缠我们，有前科的，总是骚扰我家小易。小易，你跟警察同志说说，别怕。我点点头，声音微弱，是他。就在这时。 我的目光落在门口静静立着的金属棒球棍上，一个细节猛地闪过脑海。在和张来元的拉扯中，我曾试图反抗，却没有找到那根棒球棍。然而，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，却发现棒球棍竟在我老公手中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自从他出差后，我还曾在门后瞥见那根棒球棍。 他怎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他的手中？你老公有问题。张来元离去时留下的那句话，如同幽灵般在我心头盘旋，挥之不去。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警察问。可能是我开门后忘关门了。我故意轻描淡写了些，不希望警察抓住他。我甚至想，这件事结束后，我要立即联系他。 搞清楚他那句“我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”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他伤害你了吗？警察关切问：“没有，就是让我撤销差评。后来听到我老公的声音，他害怕，就从窗户跑了。我也怕老公进来打起来，把事情闹大，就让他离开了。家里有财物丢失吗？”我摇摇头。 没有，警察表示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，对张来元进行严厉的警告。但我能感觉他们的神态放松下来，似乎已经将此事定性为因差评引起的小纠纷。警察走了之后，刘炫刚才的那股紧张和慌乱仿佛抽离了他所有的气力，留下的只是出差归来后的疲惫。 参加了两天活动，他已经声音沙哑，但仍然试图安慰我。老公，你进来的时候，棒球棍怎么在你手上？我问。刘炫明显吃了一惊，他大概以为我已经吓傻了，没想到我会注意这样的小细节。我回来时发现棒球棍倒在门口，还很奇怪。刘炫皱着眉思索着，难道是张来源？ 我点点头，有这种可能。毕竟，陌生人偷偷溜进家中，他会做什么事，我都难以预料。那晚，我彻夜难眠。刘炫已经睡着，发出带着微微鼾声的沉重呼吸。他搂着我的手，依然轻轻拍着我，安抚我。我不禁在心中自问：为何在那短短几秒钟内？ 我会被一个有案底闯入家中的陌生人所影响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深爱的老公。今晚如果不是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其实根本就不可预料。内疚和后怕在我心中蔓延，让我不由得往老公温暖的怀抱里缩了缩。老公是个健身教练，我们在健身房相识相恋。 他高大帅气，总能给我十足的安全感。结婚后，他工作不太顺利，投资了健身房却赶上疫情倒闭亏损。后来在网上做健身主播，还签了公司，工作一直非常卖力。他说：“不能一直让我养他，他要养我才像男人。”主播这行竞争很激烈，他经常出差，参加公司安排的活动。 增加曝光，他对我百依百顺，体贴入微，常常会在直播间秀恩爱，讲我们的故事，讲我对他的支持。他的直播间封面永远是把我举高高的照片，说男人就要能举起爱的重量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非常内疚。第二天，我多次想要开口，将张来元的话全部告诉他。 但总感觉有股无形的力量阻止了我。最终，我还是选择沉默，暂时将这些疑惑埋藏在心底。我决定先去通讯公司查我的通话记录。刘炫去了 M C N 公司上班，我偷偷去了通讯公司查自己的通话记录。结果显示，我和张来源有非常多的通话记录。 每次通话时间都不长，和张来源展示给我的一样，这让我非常困惑。我拨打张来源的电话，一直显示关机，我心里忐忑，很想联系上他问个明白。时间就这样在我的忐忑不安中划过了三天。在老公上班的时间，我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信息，是个地址。 并且附有一句：“想知道真相就来。”凭直觉，我认定这是张来源给我发的消息。地址中是一个牛肉板面的小饭馆，位于城中村。我犹豫：真的要只身去那里见一个威胁过我、有犯罪前科的人吗？万一这只是他报复我的手段呢？可是，一想到我手机上那些被删除的通话记录， 想到那晚他的焦灼不安和极力想要表现出来的诚恳，好奇心战胜了我的恐惧。我简单的收拾了下，就匆匆出门了。城中村的街道狭窄而曲折，像是一张蜘蛛网，将各式各样的小店和摊位紧紧包裹在其中。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小饭馆，尽管它有些简陋。 却在弥漫的热腾腾的牛肉香味中，有着一种质朴的生命力。饭馆老板是个中年女人，热情招呼，笑意盈盈，让我感觉这里并没有什么危险。我选了一张角落的桌子坐下，给那个陌生号码发了一条消息，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。我心中忐忑不安。就在我以为张来源不会出现的时候， 他终于现身了。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眼神四处游移，显得异常警惕。你来了，太好了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，说是害怕我会带警察来，所以先躲着，偷偷观察了一下。最近他也不敢开机，怕因为那晚的事情，警察会找他。他也并不住在这附近。” 故意约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。如果发现我带警察来，他就直接消失，一走了之。我可不想再进去，再进去我就完了。他说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我没有向警方透露是他闯入我的家中，而是简单的说自己忘记关门，发生的只是小口角，警方应该并不会对此事深究。 听到这些话，他的肩膀似乎卸下了沉重的负担，呼吸也轻松了许多。他笑了笑：“你是个聪明女人，不枉费我救你，救我。”他再次提起这个词，我更加迷惑。他点点头说：“他本想一走了之，但是因为我，他还是冒险留了下来。你老公想杀你，我想救你。”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震惊的同时，内心充满了排斥，甚至有点愤怒。哦、oh，呵呵，那我不是要谢谢你救命之恩？我故意露出了一个轻蔑的笑容，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讽刺。我给你讲我的经历，听完信不信你自己选择，反正我说了也就对得起你了。接下来是外卖员张来源的讲的故事。 我之前骗了你，什么我妈妈生病住院，我弟弟还在上学，一家老小全靠我，这些都是鬼话。我和家里人早就不来往了。我从小就不爱学习，跟着社会上的混混们学了点小偷小摸。有一次偷窃时被人发现，把人打伤了，后来我就进去了。我妈在我很小时就生病去世了。 我爸有自己的新家庭，他早就对我失望至极，可能压根都不想提起我。出狱后，我站在大街上，却好像有一种去陌生人家里做客的拘束感，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。羡慕大街上的每个路人，他们都有要去的地方，也有能回的地方。我奶奶生病后住在我叔叔家，去世前我去看她。 跟他发过誓，这辈子再也不违法犯罪了。我会好好找份工作，平平常常的生活，像大街上的每个人一样。奶奶听完这些话才咽气。可是我却没想到，原来有前科的人找工作这么难。一般的工作，发现你有案底，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直接淘汰。 我以前没好好学习，就能干点体力活。但是外卖、快递、跑腿、保安这些行业都明里暗里的禁止录用前科人员，搞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天天只能找那种写字楼的楼道睡，还经常被人赶，也没钱吃饭，感觉自己这辈子好像已经完蛋了。后来呢，我就隐瞒自己进去过的事。 运气好碰到用人单位不严查简历的，就能找到一份工作，但也干不长久，心虚啊，比我做贼时还心虚。这份送外卖的工作是我干的最久的，收入不错，组长还给评了几次优秀员工。当然，我也是隐瞒了前科的事，就很珍惜，拼命干活。所以你给我差评的时候。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我甚至愿意跪下来求你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撤销差评。而你说我把米饭撒了又装回去这件事，绝对没有发生过，我发誓。但是我又亲眼看到你把我的电动车钥匙从米饭里拨出来，我简直懵了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，知道吗？ 绝不可能！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。客户的差评对我来说是致命的。虽然搞不懂为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极力的求你，求你不要差评。因为对于别人，这份工作丢就丢了；但我丢了这份工作，我就没活路了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，都没有说动你。特别是你老公，态度非常强硬。 当天下午，配送组长就告诉我，有人投诉我说我是前科人员，但组长和我关系不错，他说只要我让客户撤销差评，这事他就帮我瞒下来。所以我又赶紧给你打电话，我甚至买了五斤苹果，还有一箱牛奶，准备上门请罪，好好解释，好好道歉。但你在电话里说。 不稀罕我肮脏的垃圾。如果我敢出现在你家门口，你就会报警，而且你一定会把我是前科人员这件事投诉到总部，让总部赔偿。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我有前科这件事。我想可能是调查过我。我当时被你气疯了，简直要气晕了。张来源好像回到了当时的情景。 语气咬牙切齿的，我却忍不住打断了他。我没有说过那些话。他看了看我，我知道，但也是后来猜到的。当时这些话真的把我气疯了。我恨死你了，觉得像你这样一个女人，每天住着大房子，老公上班养你，天天待在家里，想吃什么点什么，等着人给你送上门。 撤销差评只是动动手指头的事，却非要为难我这样一个必须要费尽全力才能活下去的人。张来元的声音变得沉重，他捏紧了拳头，指关节因过度用力而泛白。我听得很认真，第一次对他感同身受。张来元说，后来他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，又给我拨打电话。 心想，反正这份工作可能被我毁了，就带着破罐破摔的心态威胁我。张来元所说的这个电话，我记得，他当时声音沙哑，听上十分冰冷。我有犯罪前科，你做事太绝，让我没活路，我也会让你也活不下去。张来元说这个电话之后，我知道我们的关系。 其实已经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。这份工作我肯定保不住了。我打算碰碰运气，找找别的工作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开始频繁接到你的电话。那些电话说什么了？我微微心跳加速。那些神秘电话就是我今天来此的关键所在。每一句话都能让我想杀了你。 他的话如同一阵寒流侵袭，让我身体一颤。你说我是垃圾，是老鼠屎，是社会蛀虫。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出来，关一辈子才好。以后不管我找什么工作，你都要揭发我、举报我，让我无路可走。电话里的你完全是个疯女人，你几乎每天都要骂我，我忍无可忍。 决定报复你。听到此处，我手心出汗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我买了一把不锈钢野炊刀，小巧便携，非常锋利。一想到你被他吓坏求饶的样子，我就很得意。但我没有真的想伤害你，就是想吓吓你。脑子里好像燃烧着红红的炭火一样，冒着火星，非常冲动。 反正丢了工作，我就小区蹲守，想找机会等你老公上班之后上门给你一个教训。可是你非常警惕，我有两次冒充快递员让你开门，你只让我放在门口都没有开门。后来我想到了攀爬，你家在三楼并不高，只要有管道和空调槽等站得住脚的地方，我就能一路爬上来。 而且你家二楼有个凸起的防盗窗，对我来说简直像搭好了梯子一样便捷。爬上你家窗户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很快我就等到了好机会，你老公出差了。我看到你卧室关灯之后，我又等了一会儿，大概凌晨一点左右，小区特别安静，我觉得时机到了，就开始沿着排水管道往上爬。 一直爬到你家窗户边，看到你在床上熟睡。我正想翻窗进入，可就在这时，一阵冷风吹来，我燃烧的脑子好像一下子冷却了。我甚至怀疑这阵风是不是我奶奶？我跟她发过誓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进局子了。而我现在可能正在做蠢事，奶奶在天上看着我，一定很着急。 那时候我很想哭，我一下子清醒了，准备原路返回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卧室里进来一个人，长长的头发，是个女人。什么？我像听鬼故事一样，汗毛根根,根竖起，头皮发麻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张在手机上出现的我熟睡的诡异照片。其实那阵风不是我奶奶。 就是那女人打开了你的门，空气对流造成的。张来源苦笑了一下，他好像对你卧室环境十分熟悉，走到你的床边，拿起你的手机，对着你拍照。我实在太好奇了，就一直躲在窗户外仔细的看他。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，我看清了他的样子。他他什么样？我被吓到。 几乎语无伦次。她是你的邻居，三百零一的江一梅。江一梅，隔壁那个自来熟的女邻居。我大为震惊。我给她送过餐的，我认识她。她不仅给你拍了照，还拉开你的衣柜门，把衣架上的衣服揪了下来，还把床头柜的电脑挪动了位置，然后就离开了。 我回想起来，老公出差的第二天，我确实发现衣柜衣服掉落，以为是自己没挂好；发现电脑换了位置，以为是自己记错了。心大的我压根没发现异常，直到第二天晚上，无意中在手机相册里发现那张诡异的照片，才开始意识到不对劲。可我凭什么会相信这一切是他做的？ 而不是你做的呢？我看着眼前的张来元，在心里极力保持着冷静和疏远，不想完全被他的话带着走。他为什么呀？我淡淡问。是啊，他为什么呀？张来元凑近了我，有些昏暗的光线下，我注意到他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，犀利的闪烁着光芒。其实。 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看小说，特别是悬疑小说。我就推理呀、啊，感觉他所做的都是想让你知道半夜有人来过你家。可目的呢？显然你会害怕，会觉得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。你会怀疑谁呢？一定是我。如果你报警的话，警察也会怀疑我。 小区监控里有我，窗台有我的脚印，你甚至还路过我威胁你的语音。完了，到时我肯定百口莫辩，这个牢我坐定了。我既紧张害怕，又十分好奇，这个江一梅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她到底是和你有仇，还是和我有仇？我不记得自己得罪过她。于是，我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 偷偷去他家，搞清楚他想干嘛。都是三楼嘛，爬他家和爬你家一样简单。于是我爬上了他家窗户，可惜只看到他躺床上就睡了。我本想潜入他家，但最终没敢那么做，最后一无所获。我很害怕，第二天你发现异常会报警，那我真的说不清楚了。 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想给你打电话，告诉你江一梅半夜进你家了。可是我又以什么身份来说这件事呢？半夜趴你家窗户外看见的吗？这是没法说呀，而且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我开始收拾东西，买了火车票，打算离开这里。没想到，就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，接到了你电话。 你一改平时的恶毒咒骂，语气很平静，跟我道歉，说你最近心情不好，说话过分。你希望见面谈谈，和平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巴不得呀！没想到事情会突然转机，我简直高兴死了。只要你撤销差评，我就又有回去上班的希望。你把见面时间约在晚上九点半。 说那个时间差不多，你老公也出差回来了，可以三个人谈。我虽然有点怕你老公，但也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在张来源的讲述中，时间到了刘炫出差回来的那一晚，我吃完晚饭没啥事，早早溜达到了你家小区，坐在楼下等着。没一会儿，我看见江一梅从小区大门的方向走过来。 他和邻居打招呼，还看了我一眼，眼神特别奇怪，既想看我，又不想让我发现他在看我那种。还有当时我听他的声音，竟然和你在电话中骂我的声音一模一样。其实我一直觉得电话中你的声音有点怪，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他在代替你联系我。他能进你的家，他能动你的手机。 他的种种行为都动机不明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：在这个小饭馆的角落里，时间仿佛凝固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张力，周围的嘈杂在我耳中早已褪去，只剩下张来源的一字一句。那天我给你送餐上楼时，江一梅就跟在我后面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？ 当时我的钥匙插在电动车上没有拔，我忙起来经常干这事，而他当时跟在我后面看见了，偷偷拔了我的钥匙。等我送完餐转身下楼之后，他把我的钥匙按进你的米饭里。这个困扰我好几天的问题一下子有了解释，只有这种可能了，不然那就是见鬼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忍不住问。 这个问题你问我好几遍了，天哪！我当时哪里知道啊？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来了挡不住，总觉得这个女人非常可疑。我看约定时间还早，趁着天黑，我又爬上她家窗户。你猜我看见什么？我看见她在和一个男人聊视频，那个男人就是你老公刘炫。听到此处。 我心跳停跳半拍，像被一只大手从他的故事中一把揪了出来。那种质疑和排斥又回到了心里，累成了防线。我看他的目光有些冷清起来，语气也刻意波澜不惊。他们聊什么了？他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的表情。 他听见江一梅说：“赵小艺就在屋里，我看见亮着灯呢。我一会儿再去确认下。张来源约好了，他就在楼下等着呢。你快点啊，从地下车库直接上楼，要不时间来不及。先解决完赵小艺，等张来源一进屋，就会发现赵小艺已经死了，警察肯定会怀疑他。我来作证，不行。” 计划有变，我不能提前回来。张来源又听到了刘炫的声音，警方会调地下车库监控查时间的。我一定要晚张来源一步，等他进屋后再回来。我可以跟警方说，我回来时看见张来源在杀我老婆，我和他打起来，把他干掉了。这样就没有时间上的漏洞。那你干掉两个？ 两个没问题，活一个还麻烦。张来元讲述这些的时候，声音紧绷，好像回到了当时的情景。可我完全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，整个瞠目结舌，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张来元说：“其实他们谈话时，我录音了，本想留个证据，没想到录了个寂寞，距离太远了，啥也听不着。” 我吓得要死，只能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逃命要紧。我打算跑，可突然又觉得，就算我现在跑了，只要你一死，他们依然会嫁祸我，警方会抓捕我，我还是完蛋了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救你。只要你不死，我就不是凶手。我不是什么雷锋精神，就是不想当替罪羊。 我也终于想明白，江一梅一直在激化我们的矛盾，想把我又上门当替罪羊、替死鬼。随着张来源的讲述，我也想起很多细节。刘炫当时夺过我的电话，表示坚决不撤销差评，让我投诉，让我录下外卖员威胁的话报警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是故意在制造证据。 可我依然不愿意相信，我依然提醒自己要保持怀疑的态度来听。张来元继续讲，约好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老公也要回来了。我折返回来，直接翻进了你的窗户，可又意识到我根本没有时间说服你相信我了，而且那种情况下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绝对不会相信我。 正在我纠结的时候，我听见江一梅敲门。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，那晚的所有细节我都记忆犹新。江一梅走后，我发现窗帘后站着一个人时，立即去开门想逃出去，但是窗帘后的人突然冲出来，死死控制着我。所以你阻止我给他们开门？我思索着，试探问：“是啊。” 当时脑子没想那么多，就本能的知道绝对不能让你开门。如果你开门，一切都会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，我们俩都会死，死无对证。说实话，我按住你的时候，根本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你给我看了通话记录，没错，只有这个东西，或许能让你冷静下来思考一下，但我也不抱太大希望。 后来我听见门外有了其他邻居的声音，有别人在场，他们肯定不敢乱来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安全了，我就从窗户上逃走了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跟警察说，但我猜测警察肯定会来抓我的，所以就换了地方藏起来，手机也不敢开机，直到今天才冒险联系你。 因为这件事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否则我睡不着觉。他停顿了很久，仿佛是在等待我的回答，但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好像我曾经熟悉的世界突然颠倒了，变得陌生而可怕。以上就是我的故事。他声音中带着一种释然，仿佛是卸下重担。他盯着我。 试图从我的眼神中猜测我的想法，见我沉默不语，他又笑了。那笑中带着一丝不在乎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告诉你了，我自己也就安心了。我会换座城市，到时候这件事也就和我无关了。但是他们一定还会再找新的替罪羊。你自己保重吧。我手脚冰冷，可越在这时候。 脑子越清醒，你说你录了音，可以给我听听吗？没用的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刘炫和江一梅都被抓了，因为那个什么都没录到的录音。我做平面设计的公司是一家传媒公司，有很专业的音频部门。我找了一个信任的同事，请他帮我处理这段录音，经过后期降噪，将环境音降低。 减少电流音等等操作之后，刘炫和江一梅的对话变得清晰了。我立即报了警。刘炫写了详细的认罪书，他跟警方交代说，他和江一梅并不是情人关系，江一梅只是他的粉丝而已。他之所以想杀我，是因为他受够了当软饭男，和我恋爱直至结婚，他都非常屈辱。 因为婚房是我家出钱买的，所以他爸妈来小住也要对我客客气气，十分拘谨，什么都必须得顺着我。比如，可是我总是点外卖，他妈妈觉得我不节俭持家，却也不敢说什么。比如，我做西红柿炒鸡蛋，居然放了四个鸡蛋，妈妈说两个就够了，可是我还是坚持，他妈妈只得忍气吞声。 心里憋气，比如他妈妈为了省水，觉得在马桶小便不用冲，这是老人家的习惯。可是每次转头我就进去冲冲冲。这些细节他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我因为仗着家境好，瞧不起他父母，还说将来不愿意同住，给他父母租房。他妈妈听说这件事后都哭了，他也很受伤。 觉得愧对父母。后来他投资健身房，也是低声下气的伺候我，小心翼翼看我的眼色，把我当太后一样供着，我才勉强拿出钱来。没想到投资亏损，事业不顺，他变得不愿意回家，因为每次回家之前，他都要强迫自己微笑，换一副面孔，当我的小奴才。 他觉得，想要改变自己的家庭地位，只有挣钱，挣很多钱，超过我，他才能得到男人应该有的尊严，也能真正给父母尽孝。他是体育大学运动科学专业的硕士，现在却沦为和乱七八糟的人抢流量，其中还有主播仅仅是初中学历。更糟糕的是。 自己的收入根本比不过他们。为了流量，他们不择手段，好多都是写剧本、自导自演。他勤勤恳恳，教学专业，超长直播，卖力带货，依然是公司的垫底主播。当然，也没什么收入，还得靠我接济度日。他琢磨着如何改变自己的现状，公司也给他出谋划策。 要他把自己塑造成爱老婆的好男人形象，然而没多大用，反而还拖了一批女粉。他直播间有个榜一小姐姐，对他很狂热。后来他才知道是邻居江一美。他很明白的他的处境，对他很体贴，经常给他刷礼物，还帮他出谋划策。 江一梅说：“有的主播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之后，假扮事件的当事人蹭流量，效果都非常好。这他当然知道。这种情况，流量确实往往一夜暴增。不过，因为假的多，很多人因此被封号。他开始想，如何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呢？这件事他想了很久。” 直到有一天，他一个朋友来小区找他，碰上一个外卖员。朋友说，这个外卖员有前科的，之前去他们公司应聘被拒过，他印象挺深的。朋友还说，你老婆经常一个人在家点外卖，要小心啊。突然，他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因为一个差评引发血案。 肯定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而自己一个深爱妻子的男人，痛失爱人，痛不欲生，想想都觉得激动，简直一举多得。第一，他可以因此获得巨大同情；第二，他可以变成为妻子复仇的英雄；第三，他又变成单身，喜欢他的女人很多，可以重获一片森林。 第四，他不用再对我低声下气过日子了。第五，房子属于他了，他可以随意处置，把父母接来同住也可以。他终于能操纵自己的世界，成为这个世界的王。他非常激动，感觉自己马上就能扮演那个绝望的深情男人，演技的灵感在体内汩汩上涌。老婆，我好想你。 他对着镜子呜呜哭泣，甚至眼泪落下来。他试探的找江一梅商量，为了拉拢江一梅，他许诺要和她在一起。他知道江一梅早就对他垂涎三尺，肯定会答应他。之后，两人便合伙设计引起我和张来源之间的纠纷。他知道我工作时会在书房或者卧室戴耳机，专心致志。 手机常常就丢在客厅茶几或者门口鞋柜上。他给了江一梅我家的钥匙，让他找机会使用我的手机挑拨关系。他们一步步促成了我和张来源之间的矛盾，把张来源的电动车钥匙塞我米饭里，让我坚决给差评，让我受到张来源的威胁，让张来源想要上门报复我。 然后只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把张来元诱骗上门，同时干掉我们三人搏斗，两人死亡。对于现场，他便有唯一的解释权，而且还有江一梅这个证人。他爱妻人设早就经营了两三年，深入人心，一切都天衣无缝。可是他却没想到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错了一步。 他也错了一生。刘炫入狱后，希望能和我见一面，被我拒绝了。他竟然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，只有三个字：我恨你。听到这三个字，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了，又想笑又心酸。我对这个男人的惊讶已经如同江水泛滥，没想到他还能源源不断地为我带来新的震惊。两年的恋爱时光。 四年的幸福婚姻，无数句甜腻腻的“我爱你的”的背后，真正隐藏的竟然是这冰冷刺骨的三个字，多么讽刺啊！后来公公婆婆还带亲戚来上门闹过，说是因为我恶毒，才把他们儿子逼上绝路。我果断报了警。刘炫居然也和他们一样，觉得他落得今天的地步是因为我。我卖了房子，搬了地方。 开始独自一人的新生活，我醒悟：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男人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我一直感动于他对我体贴入微，原来命运的馈赠真是标好了价格。后来我又约张来源见了一面，我问他对文字校对工作感不感兴趣，我可以推荐他到朋友出版公司任职，他婉拒了我。 他说：“他又回到之前的公司送外卖了，组长一直对他很好，他又评了一次优秀员工，这个月多挣了八百元。而且他现在有时间，还会在网上写写小说，不过没人看。对他，我满怀感激。这一次，真诚的向他表达了救命之恩的谢意。”他轻轻一笑：“其实我也要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” 我问，因为整件事完全是因为我把他卷进来的。他顿了顿，有些脸红。其实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好人，过去的那些事就像一个个黑洞，一直埋伏在我的脚边，好像我稍有不慎就会踩下去，落回深渊。但经历了这件事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做个好人的，可以踏踏实实走路。 这辈子再也不会落回去了。他笑了笑，得很明亮，像个大男孩。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，我也不由得跟着他笑了起来。